一个男人30岁，我觉得才刚刚开始，你可以说去想要去塑造一些人物，除了一些本身跟年龄性就是对等的那样的角色以外，我觉得30岁才刚刚开始。时间也许会带走美丽，但却不能阻挡敢于打破时间界限的人。时间呢？时间之石。时间会忠实地记录你的一切。说过，我一直都是一个演员，以前是，今后也会是。我是朱一龙。